这是丁俊晖最不能忍的一局，征战多年的他做梦也没料到，竟会在紧张严肃的大型排名赛。注意看，这就是火箭能够傲视群雄、遥遥领先的真正原因。Doug， 母球小心谨慎地躲过沿途障碍，以神乎其神的舞步绕台走位，稳稳衔接到最下方的黑球。这杆神来之笔，彻底点燃了每一位观众的激情。火箭之所以大费周章地走位黑球，并不是为了冲。